百万粉丝网红蔡金发的账号涉黄被封了。可能很多网友不认识蔡金发，但是提到那首《我是云南的》，云南怒江的，大家一定不陌生。7月26日，据媒体报道，蔡金发的账号因为涉黄被封。蔡金发曾在去年5月发布《我是云南的》云南怒江的魔性视频而爆红网络，在多个平台拥有数百万粉丝。不过爆火的蔡金发很快就没了消息，因为没有专业的团队，蔡金发也没有把账号变现的能力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蔡金发是在账号中发布了一段24秒的隐私视频，视频内容是一丝不挂的出镜唱歌给女子看，所以才会被平台以违规涉黄封禁了账号。记者还求证了云南相关部门的知情人士，对方证实了蔡金发的账号因涉黄被封，属地多个部门已对其约谈，并透露封禁的只是发布违规视频的其中一个平台，蔡金发另一个平台的百万粉丝账号并没有受影响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现在的网络成就了太多不该成就人，搞不懂为什么这种人会有这么多粉丝。